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《论语》朗读与讲解。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鲜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”首先就讲到孝悌是人的根本，仁孝是孔子学问的基本，但是孝悌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状之一。为什么孝悌会成为被孔家店打倒的罪状之一呢？这首先要了解一件事，就是司马迁做史记是一件大事，他当时对汉武帝有些做法是反感的，但又不能不服从，服从嘛，从良心上又不安，他就做史记，将自己的思想容纳到史记中去。比如继帝王的事称为本纪，而他把未做皇帝的项羽也列到本纪中去，就是暗示汉高祖与项羽，一个是成功的英雄，一个是失败的英雄。又如史记中世家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，而孔子不是诸侯也列入世家。司马迁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业，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影响将给予千秋后世，所以将他列入世家。孔子思想言行表现在书本上的很多处，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春秋。他著《春秋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：“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春秋。”千古以来，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，都非常暧昧。到了我们这种时代，搞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自从民主时代以来，大家都骂孔子帮助专制皇帝，因为专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这一部分的思想精神。后来我们打倒他，也就认为他是这样的。现在再读春秋，再研究孔子思想，不是这样一回事了，而是另有一番道理。我们看世上的生物，人也是生物。中国道家过去把人叫做裸虫，不带毛的光光的虫。人号称万物之灵，是人自己在吹。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，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，专吃我们猪牛狗马。这是立场不同。拿生物学的思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，裸虫与其他生物也是一样，人之所以与其他生物不同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。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贵。为什么讲这个道理？世界上凡是动物，猪牛狗马鸡鸭等等，都是一样的。以母鸡保护小鸡的现象来看，可见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性。等孩子大了走开了，又互不相顾，各种动物都是一样。人原来何尝不是这样，但人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了？于是谈到人文文化的教育来了。西方人常自称为十字架的文化，爱下一代。大家了解，美国是孩子的天堂，中年人的商场，老年人的坟场。到现在为止，西方文化的结晶就是这样，只知道爱下一代，下一代长大了，结婚了，就是夫妇，对父母、兄弟、姊妹都不管了。由男女变成夫妇，而家庭，而社会，而国家，横着向世界发展，又下而爱孩子，就这样循环下去。他们自认为是十字架的文化。我看这个十字架断了，是钉子架的文化，因为没有上半截了。我这样说，他们也许不承认，但是谈自然科学，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学生。谈到人文文化，他们做我们的学生还不够。美国立国才200年，我们有5000多年历史。谈到人文文化，靠经验而来，尤其中国历史，
多少失败，多少破碎，一直到现在才完成这个文化系统。当然，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文化没有上面，因为上面有上帝，但却看不见，摸不着，谁相信呢？姑且承认有上帝，但是由人而达上帝的桥梁，在中国文化有孝。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西方文化叫的爱，也就是回过来环抱的爱。就是说，父母好比两个朋友，照顾了你20年，如今他们老了，动不得了，你回过来照顾他，这就是孝。孝道的精神在这里。假使一个人连这点感情都没有，就不行。那么西方文化有没有这个爱呢？绝对有，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而已。父母到子女家，尽管要事先写信给子女，使他得到准备，子女还是会思念父母的。又如祭祖宗，西方人不一定是在清明节扫墓，但到了坟场，在亲人的坟墓前，悲哀的情绪是一样的，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。遗憾的是，外国人没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养起来的心理建设。孝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什么叫做悌呢？悌就是兄弟的这个悌，就是兄弟姊妹的友爱。中国的五伦中有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五伦中四伦都讲得通，为什么加朋友这一伦呢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。朋友在五伦的思想上也占一席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许多话、许多心情、苦痛，上不可以对父母，下不可以对妻儿讲，只有找朋友讲。所以朋友是五伦之一。朋友是一种感情的结合，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处。这个悌就包括了对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，伸展到社会的友情。说到这里又要讲个故事了。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来访问，他问了好多个问题，中间提到一个问题，他非常佩服我们大学艺术的思想。但是大学思想有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，我是一个社会学教授，而大学中有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其间没有社会思想，这是一个遗憾。我听了哈哈大笑，告诉他，大学思想包含有社会思想在内，其中齐家就是社会思想。中国齐家的家，不是到教堂中结婚了就成了家的那个家，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。过去的中国文化是大家庭制度，有宗族，有祠堂，所谓五世同堂，聚族而居。大家庭固然有许多小毛病，但也有它的好处，像宗族的发展即由此而起，这是孝道的精神。因此我要重复说一句，齐家的家就是社会。又如江西人称老表是最亲切最好的称呼，其由来是古时候战乱，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，许多年后年轻的后代还回到江西扫墓，而留在江西的后代子孙啊，以为是祖宗的坟墓被他人误记或者盗葬了，那么第二年就预先守候，两方相见，论起家族上代渊源，认出是表亲关系来，而称老表。这个老表就说明宗法社会对血统、对家族的重视。如果以西方制度电气化的小家庭来看我们的大家族的齐家，岂不是大笑话？我们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，再来看这里的书就懂了。游子，游子是谁呢？名有若，孔子的学生，字子有，比孔子小43岁。孔子死后，学生们怀念孔子，因为游子的学问好，曾经请他来上堂讲课，所以孔门弟子编这篇书时立即提出有若的话，因为当时他等于是一个助教，先由他来讲。游子说，一个人有没有学问，就看这个人能否对父母尽孝，
对兄弟姊妹朋友是否有爱。而好犯上者嫌矣，犯上就是捣乱，孝悌的人有深厚的感情，这种人是不好捣乱的。中国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，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，所以由有道形成的这套结合，我名之为特殊社会，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帮会。我国的帮会啊，从秦汉以来，唐宋元明清历代一直都有。曾经有人说，中国的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结合就会发生变乱，这个说法我不同意。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农民最乖了，他们是只要能够安居乐业，国泰民安，少找麻烦，有口青菜豆腐饭吃就好了。中国怕的是半农民，不是真农民。中国知识分子与特殊社会一结合，社会就会乱。但是这种特殊社会非常讲仁义之道，这种特殊社会包括了孔子、墨子、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，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，力量很大，但是他们凡事是诉诸情感的。所以游子说，一个人有真性情，就不会犯上作乱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种人有分寸，有限度。因此大家要知道学问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君子务本。文学好，知识渊博，那是细枝末节的，学问之道在自己做人的根本上，在于人生的建立，内心的修养。所以本立而道生，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，孝悌不是教条，换句话说，培养人性光辉的爱、至爱、至情这一面。所谓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他说这个是人的本。至于什么是人，我们后面有专篇，暂时不去讨论。好，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原文。游子曰，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嫌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吉少居，加入我们一起读书。